系统也代表着启动我们的竞选团队一起出发的好日子。那在这边我首先感谢林志坚市长，那愿意相信运鹏的做事的能力，那也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来担任总干事这个职务。过去我长期担任的是候选人，第一次担任总干事，所以但是对这个职务我相信我很有信心。那也感谢郑文灿市长在2016年的时候，那在立委选举特别邀请我回到我外祖母的故乡桃园来参选，那桃园市民朋友也给我两任的机会让我来替桃园服务。我相信市长这两任，那我担任立委这两任，桃园的进步是团队的努力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得见。那所以桃园没有先来后到的问题，桃园只有我们如何共同努力共同进步的问题。那我们会带着桃园队一起替桃园来争取下一个黄金十年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对，担任这个总干事我要请大家放心，在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我是干事长，在这个竞选团队今天开始我是总干事，需要做事需要干事就找郑运鹏，大家放心。那我要跟大家先报告的是几段小故事，也算小秘辛。在去年1月左右，那我跟志坚，好，这一次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竞选团队正式曝光，是由郑运鹏来担任总干事，带领团队成员一起前进。